这时代吼，爱用时势红包啦，祝你身体健康。我希望你身体健康。我每食饱哩，食也搁跌倒。平安快乐，食饱。这不是你的命定，困过你是困倒，放甲别人报告。你妈的人生结束，啊！不过你的人生还继续在行，知无？你是会当改变的。我有代志要甲你讲，啊，麻烦你来养一撮。你是来照顾安君的呢？今天我你坐到电话呢，够有厝内听嘛？伊讲伊要甲我讲关系客情的秘密。大家也是知影，你根本就是阮爸控制一回嘞，一定后悔。你有机会会当上海站头奖。你全都被孤单。我亲亲爸爸是伫谢客群，总算是会当大声叫你阿妈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过年红包啦，啊红包摕到啊，啊是说你表示者。我希望你身体健康，平安快乐。今日养院内底大部分的员工拢放假，回去吃团圆饭啦。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，跟外口联络。就算我真是要跟副总做伙，跟你有什么期待啊？参照这种啊，缺点啊，让伊偷听来折磨害死，连伊家己拢无法度保护的查甫人，伊想什么资格跟伊做伙啊？你今日是嘛对我做出同款代志？搁再讲，你有什么资格干涉我人生？江超强，我有代志要跟你讲，是跟谢克全秘密有关的，那麻烦你来养院一转。你是来照顾安君的呢？今天我你坐到电话，看好厝内平啊！我自从接到伊的电话了后，我的心肝头就敢那有一粒大粒石头跌掉，足艰苦的，我就是袂安心啦。我靠，有人无？快来救命哦！我先给你处理掉，再予伊陪伴你。这个江超强，伊应该袂把家己的心事规个拢吐破吧？是嘞，无恁烦恼啊，妈，我的亲生爸爸就是伫谢克群。我是伊讲，阮妈的大汉后生，今天是晚上。无唔对啦，超强是我甲客群生的头一个囡仔，今天是我甲客群两年了后生落来的查囡。啥物同光嘛，拢是迄个陈东俊拍歹这一切。你竟然甲我的电话咱伫个涂骹打，做出种卑鄙无耻的代志！Thank you.